唱一个理想情人。今天是七夕节嘛，希望你们呢能够找到你们心中的那个理想情人，希望你们能够中奖。你说我的理想情人是 iPhone X。 穿上洋装，看着手表，时间快到，心砰砰的跳，和你的第一次约会来临了。金色的阳光洒满人行道，换了新唇膏，把头发弄好，要你看到我的好。喜欢看你走路充满自信，说话时候你的专注眼神，温柔的表情，笑容里的天真。我相信找不到有比你更好的人，你心里理想情人是几分，是否也会有我的份。好想知道你的一百分会给怎样的人，亲爱的你不要再陌生，增加我戏份。我想问亲爱的你，把感情升等朋友变成情人，可不可以告诉我标准，不要让我一直等。还有两分钟，大家多发弹幕哦，粉丝团的成员发送弹幕祝大家七夕快乐，就可以参与抽奖啦。喜欢看你走路充满自信，说话时候你的专注眼神，温柔的表情，笑容里的天真。我相信找不到有比你更好的人，你心里理想情人是几分，是否也会有我的份。好想知道你的一百分会给怎样的人，亲爱的你不要再陌生，增加我戏份。我想问亲爱的你，把感情升的朋友变成情人，可不可以告诉我标准，不要让我一直听着那时间滴答的走，对街的你在前头，好像一个梦渐渐走到我前后。好想知道你的一百分会给怎样的人，亲爱的你不要再陌生，增加我戏份。我想问亲爱的你，把感情升等朋友变成情人，可不可以告诉我标准，不要让我一直等。我预感我会一辈子只喜欢你。还有28秒，还没有加入我的粉丝团的成员赶快加入哦，因为等会儿我们还有10万元的礼物要送给大家，还有现金，我愿意把我的所有，有很多都是弹幕抽奖的，我粉丝团弹幕抽奖一张七夕办卡，在礼物栏送出一张七夕办卡就可以自动加入我的粉丝团啦。好，还有1秒钟啦，看一下是谁是哪两个小伙伴中了 iPhone X 呢？哦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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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两个小伙伴，恭喜这个只吃7碗饭烟消云散。